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197页，197页，倒数第六行，看注解啊，第四，十相念佛，远离生灭，有能所、言说、名字、心缘等相，专念自性本具，天真之佛。天真之佛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啊，有能所，有心缘，在157页。第294条，能所，这从《佛学大辞典》揭露下来的术语。二法对待之时，自动之法为之能。不动之法呢，为之所，如能缘所缘，能见所见，是言缘告，就是能告，被告呢，就是所告。金刚经心注：般若妙理，往能所，觉对待。能所是一对，相对的。那么实相念佛了，是没有对待的啊！你看，远离生灭，生灭是一对，
又无是一对，能所也是一对，言说、明示、心缘，心缘在295条，说语、起心而判缘外境。为律之心外事物之意，起心论中说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这是古大德教导我们听经要用什么样的心去听，或者说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听经，读经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读，这是最高的境界，与实相相应啊。听经不执着言说相，不要把他的言说放在心上。那读经呢，不能执着文字相，那也就是说别把文字相放在心上。那文字是言说的符号，名字是名词术语，啊，实相是名词术语，啊，观想是名词术语，持名也是名词术语，啊，这是讲佛法的专有名词，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，不能起心动念。心缘是心里头缘律见闻的义理啊，这个也是错误的。为什么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把虚妄的相放在你的心上，你的心就被染污了。那这全讲的是阿赖耶一边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实相是真相，真相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所以真相是远离生灭，没有生灭，没有有无，没有能所，没有言说，没有名词，没有心缘等相等事等等一切，全没有啊！全没有了，是什么境界呢？这个地方为我们说出来了，专念自性，本具天真之福。我们要问怎么个念法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原理啊，通通离了之后，就不起心，不动念了。一切境缘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心如如不动，这个时候心跟境界
融成一体，本来就是一体。啊，我们还是用电视、屏幕跟画面来做比喻。电视的屏幕跟画面是不是融成一体？决定分不开，分不开啊，哪是屏幕，哪是画面，它融成一体了。一体就是天真之佛，一体就是实相念佛。有没有念？没有念，有念都是妄念。无念之念，念而无念，这是实相，这个意思说不出来，要自己细心去体会。那实相念佛，凡夫做不到，我们能做到的前面三种：持名、观相、观想。啊，后面这一条呢？后面只是诸佛如来，佛念佛。啊，他们完全是实相。他们没有虚妄相，啊，他们确实是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，念跟无念也融成一体，也没有法子分别。这个现象是真相。前面所说的持名、观想、观想都是妄想，这真相。真相在哪里？真相就在现前。真相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我们就是见不到真相。见到真相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成的这个佛，天台大师六即佛里头说的究竟即佛，不是其他的佛，啊，不是名字，不是相似，不是纷争，是究竟佛。啊，究竟这个名词也不能执着。啊，所以下面说了，专念自性本具天真之佛。前面原理生灭理一切相，这个地方专念自性本具天真之佛，即一切法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。天真之佛，参考资料第296条，啊，天真佛这一条揭露的，啊，说语化身佛的意名，天真佛就是
法身佛，为众生本具之理性的天真独朗，在哪里？就在面前，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无论是生，无论是死，无论到哪一道，总没有离开呀。那它是什么？它是一切众生本具的自性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何其自性，天真之佛就是自性。自性本自清净，自性不生不灭，自性本具万法，本来具足。自性不动不摇，要知道整个宇宙都在动荡，有生有灭，它没有生灭，它如如不动。它是一切法的本体，所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我们要能体会这个事实真相，只有这个是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。所以说它天真，天是天然的，法而如是。正道过上说，法身觉了无一物，本源自性天真佛。真正觉了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见性人见性无有啊。是不是真的无有呢？不是真的无有，那为什么叫无一物呢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没有了，叫无一物。森罗万象在面前，知道是什么呢？全是假的，这叫无一物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只有能现万法、能生万法的那个自性，自性不生不灭，如如不动，它一物都没有，它能现象，像是假象。所以也不能承认它是有一物。在一切相里头见性，在一切性里面看到相在生灭，幻象在生灭，自性如如不动，真相大白。宗经录里的时候啊，祖佛同指此心。祖是祖师，佛陀都同时指这个心，而成于佛。佛从哪来的？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。所以，一名天真佛，
或者说发生福，或者说幸福、自幸福，或者说如如佛，都这个意思。我们要明了，我们要把它搞清楚。啊，下面说得很好，我们往下看。但以众生未出轮回，生灭之心念念相续，这个几句好懂。这是什么？六道轮回的现象，众生没有脱离轮回，迷在妄想之中。啊，六道轮回的现象不知道是假的，六道轮回的现象念念不可得，这就是说为什么是假的，不可得。啊，念念的频率我们现在知道，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，我是以一秒钟啊弹指五次。有人告诉我一秒钟可以弹7次，我相信年轻力壮体力好的人可以弹到7次。如果一秒钟弹7次，那就是2100兆次的生命啊，不是1600兆，是2100兆。在这样高频率生灭，我们不知道。这种频率的生灭都在我们眼前，我们眼前所有一切法都是在这个速度里的生灭，从来没有间断。那身体死亡了，它还没有间断，它永远不会间断。间断问题就解决了。为什么？这一间断不但六道没有了，十法界也没有。啊，那就知道，纵然证到阿罗汉果，这个生灭现象没有间断，因为阿罗汉在十法界，他不断向上攀升，升到辟支佛，升到菩萨，升到十法界的佛。还是没有离开，那还是在生灭当中。什么时候能离开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呢？见到实相，十法界就不见了，没有十法界。啊，十法界尚且没有，哪来的六道？所以六道十法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在这个里面迷了。啊，
迷恋怎么样呢？迷恋就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这叫造业。啊，造业，业有净业，有染业。啊，净业死生法界，染业六道轮回。可见得我们没有造净业，造的全是染。染业里面有善业，有恶业。善业生三善道，我们很不容易啊。今天的人生，人是三善道。那如果造恶业呢？恶业就三恶道。我们今天的人生是前世造的善业，感的果报。啊，那这一生怎么样呢？这一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恶多善少。为什么？没人教我。如果有人教，他就不会造恶业了。为什么？恶业有报应，恶报啊！造的时候容易，果报现前，后悔莫及，迟了。啊，而且果报的时间长。啊，什么时候才能觉悟？啊，大乘经教，祖宗教诲，读书千遍，是其义自见。为什么叫你读那么多？啊，两遍三遍就可以了吧？不行，一定要读到其义自见，才能放手啊。其义没有自见。继续读下去，啊，千遍不开悟，自见是开悟，就是见到实相。啊，千遍不能开悟，再一千遍，不能开悟，再一千遍，一直读下去。肯定会开悟啊！为什么？心定了。不悟的原因就是心不定，妄想多，杂念多，所以你心定不下来啊！变数念多了，这就是用念诵的方法修禅定。那并不是讲啊、哦、要念多少遍数要把它记住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用这个方法修禅定。那遍数多了，妄念进不来，妄想起不来。心静下来，定下来，不定什么时候，豁然开悟。
这一开悟，什么都明白了。那我们运用古圣先贤的老方法，啊，老方法能帮助我们开悟，新的方法不行。啊，新的是科学的方法，它能叫你得知识，它不能叫你得定。啊，它能帮助你背诵，它不能帮助你开悟。啊，新旧两种方法做比较，老方法好。啊，学老方法，人能成圣，能成贤，能成菩萨，能成佛，有这么好的效果。新方法不可以，做不到，啊，只能给你做到一个科学家，啊，世间哲学家，如是而已。啊，对于整个宇宙的真相，茫然无知。啊，所以众生没出轮回，生灭之心念念相续。这个频率就刚才讲的。如果一秒钟弹指七次，就2100兆次啊！如圆觉经云：“未出轮回，而变圆觉，彼圆觉性即通流转，若免轮回。”无有是处啊！跟你讲到圆觉，这个术语在297条啊，157页最后一个。297条啊，术语一切有情，意思就是没有例外的，有本觉，有真心啊。皆有，没有一个人没有。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句子。我们有啊，佛有，我们也有啊。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啊。啊，可是怎么样的？没出轮回，你要能辨别圆觉啊！你想了解圆觉，可不可能？不可能啊！为什么呢？你那个圆觉性呢，即通流转。流转是什么？阿赖耶的生灭法。圆觉性已经变成阿赖耶了。圆觉性是你的真心，是你的本性。
就是自性本具天真佛性，迷了变成阿赖耶了。阿赖耶就是生灭法，所有一切生灭法的根，根本就是阿赖耶。迷了，它变了，怎么迷了？一念不觉，它就迷了。一念不觉什么？起心动念。这才是根本的根本，迷的根本。上上根人，像慧能这种人，没有别的原因呢，就是他能够在源头上，在一念不觉上啊，下了功夫。什么功夫呢？放下了。放下什么呢？放下一念不觉，他就成佛了。放下一念不觉，原本是觉，就回归原本了，那个原本是本觉啊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。道理我们很清楚，很明白，我们迷得太久了，无世界迷到今天。无世界呢，就在这样高频率之下，从来没间断过。前年灭，后年生。这就是十法界六道轮回众生怎么来的？告诉你，就这么来的。一念觉，不就没有了，永远就没有。你就成佛了。这在佛法里就称之为上上根人，一闻千悟。千是比喻，不是数字，就是一切都悟了。一念不觉是无明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一念觉呢，什么都清楚了。不觉好比睡眠，睡着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觉好比清醒，清醒了，是样样都清楚了，样样都明白了。众生跟佛就是迷悟不同啊。众生觉了就是佛了。自性迷了就是永生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比圆觉性即通流转，流转就是阿赖耶识，圆觉性就是自己自性天真佛，现在变成阿赖耶了。若免轮回也无有是处，既然变成阿赖耶，那就得搞轮回。那你想你不搞六道轮回不可能的，没这个道理。轮回真的太苦了。又何况轮转生死苟现，
成为清净，观佛圆觉而不悬浮。那何况轮回生死的苟信、苟是然物，这个心没有清净，越燃越深，越燃越严重。啊，怎么可能恢复清净？其实这同时虚妄的，自己的心性、自己的本觉，确确实实没有染污过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染污的是妄心，真心没有染污。啊，六道轮回心，他经历无量劫来的染污，成为清净果。啊，用这个心观佛圆觉，圆觉是不生不灭，而不悬浮，悬浮就是生灭。那这也是我们凡夫做不到的，用生灭心观佛圆觉不生不灭，做不到。譬如太末虫，处处能起，而不能起于火焰。什么叫太末虫？这是佛经上名词啊，我们这边都有。前面圆觉这个名词，我们这里资料很丰富啊，佛学大辞典的术语，本觉，有本觉，有真心，自无始以来，常住清净。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证明，昭昭不昧，寥寥常知啊！啊，越于体，是用现在话说，就体上来说，叫他做一心。从因上讲呢，叫他做如来藏，如来就藏在其中。啊，这从因上讲的，
就是阿赖耶识。越狱果呢，叫他做圆觉。啊，圆觉者，圆满之灵觉也。圆觉就是本觉。圆觉经上说，圆觉曰：善男子，无上法王，由大陀罗尼门，名为圆觉。圆觉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第三句：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我们常讲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。那圆觉呢，把这三样都包括进去了，智慧德能相好通通具足，这成圆觉啊。那无上法王是佛陀，有大宗持的法门。这个大宗持法门，就是自性本自具足的。圆觉，流出一切清净真如，菩提涅槃皆波罗蜜，教授菩萨。佛陀教诸菩萨从初发心到等觉，那佛对他们有无量智慧，真的是无量德能相好啊，帮助菩萨破迷开悟。这个智慧不是从外来的，本有的，自性里头本有的。现在迷了自性，自性变成阿赖耶了。阿赖耶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？有。但是迷而不觉。又说善男子，圆觉尽性，现于身心，随类过因。前面从佛果上说这一句呢，从一切众生因上说，我们有没有圆觉心？有。善的念头，善的智慧，就是你自己的圆觉。善里面夹杂的不善，这是习气啊，我习气。如果不警觉，不把那个不善止住，那还是要造出我业，要结我果，你一定要受报应啊！不受报应，报应是自作自受，不是别人造的啊！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造作罪业叫你去受，不可能，全是自作自受啊！这个道理说佛的人一定要搞清楚，
搞清楚之后，你才能回头。你对于你的冤亲债主，你不再起心动念了。啊，为什么起心动念自己害自己？你把冤亲债主统统卸掉，他跟你一丝毫关系都没有，他的恶念他自己受报，你跟他完全脱离了。如果你念念怨恨他，啊，他对我这样，我也对他，那麻烦了，你又掉到轮回来了。为什么？这些念头是不善的，是轮回业，是自作自受。啊，他虽然是给你做个缘，让你起恶念，你不接受，你不起，他就无可奈何了。这是智慧，这是圆觉。你自信的圆觉起作用了，那所以外面的善缘不起贪念，恶缘不起嗔恚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万缘放下，无论是善缘是恶缘，是逆境还是顺境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那要放在心上的，佛教给我们把极乐世界放在心上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放在心上比较难，啊，难在哪里呢？那要修十六观，十六观经讲十六种观法，那就是观极乐世界，啊，那要功夫，心要很细，要真诚。没有妄念，你才能观得成功。啊，粗心大意的，一个也不能成就。啊，这业障重，习气深的人，只能用持名，持名是第十六，就是前面十五种观法，对我们都不起作用，只有第十六。我们能用得上啊，第十六在十六种光法里面它是最重要的性愿持名，男女老少贤愚不孝，个个都能成就，只要真干。那人真的具备这六个字，这六个字是了不起的六个字，决定成佛的六个字，老实听话正干啊，具足这六个字的没有一个不成佛啊，没有一个不往生啊，决定不要自以为很聪明，那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啊！真正聪明人都想学愚，看到乡下阿公阿婆，生羡慕啊！啊，谁呀？李炳南老居士就是的。他给我讲了好几次，他就想与学不像啊，那不简单的啊，这种人没念过书，没有知识，
什么都不懂。都做苦力的工作，贫贱贱，社会上没有地位，平时穷苦啊！但是他一天到晚那一句佛号不离口，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你给他说话，他对着你笑眯眯的，你一面说他一面点头，有没有听进去呢？我们不知道。你问他，他回答你都是阿弥陀佛，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话都没有，好像他什么都不会说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的样子愚痴啊！啊，其实那个功夫是最得力的，啊，最可靠的，他没有妄念了，他真的万缘放下了。啊，我们说放下是口头放下的，没真放下。啊，从早到晚还要这个要那个，一样也没放下。啊，跟人家相比，李老师说真话，不如他了，比不上啊。啊，底下这一句说众生圆觉心，限于我们的身心。啊，身体的健康，心的灵知，那就是圆觉心在起作用。啊，可是我们起作用，它有烦恼带着起来了。啊，什么烦恼呢？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自私自利，这个东西跟着起来，这就错了。啊，圆觉心里面带着烦恼，带着习气，啊，他造业。圭峰就是宗密大师，《圆觉经六书序》里的说：“万法虚伪。”缘会而生，因缘聚会生的这些万法虚伪的相，生法本无，一切为实。有没有能生的呢？没有啊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啊，到底就是一切为实。实是什么？妄想分别执着叫做实。起心动念叫阿赖耶识，执着叫摩那识，分别叫意识。这个东西能生啊，其实这个能生是能变啊，真正能生
是自信，自信生十宝庄严土，这是能生。这一念缘就迷了，变成阿赖耶了。阿赖耶就把一真法界，就是十宝庄严土，变成十法界。它能变，心能生，识能变。啊，我们现在谁做主？识做主，心不能做主。心做主，你就是菩萨。为什么？心不生不灭。我们现在识做主。莫那的支柱，六十的分别，阿赖耶储藏一切法的种子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、善念、善种子、恶念。我种子一个都没漏掉，通通在阿赖耶识里头，预言果报就现前了。啊，阿赖耶的善种起现前，外头有善缘，三善道的果报就现前。啊，外面缘不善，是恶缘，把阿赖耶识里头不善的种子勾引起来，有因有缘，果报现，三恶道现前，六道十法界是这么回事情啊。这一桩事情听一遍两遍，十遍二十遍不行呐、啊，记不住啊！啊，要怎么品？怎么念多少遍？千遍。啊，我劝同学，都是实话。叫大家把海鲜老和尚的光碟看一千遍，怎么看法？一天看三遍，看一年，一千遍，每一天念佛一万声，啊，那一念之后呢？你真的明白了，说不定你真的就学海鲜老和尚，万缘放下，一句佛号，从早到晚，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。念念相续，你决定得胜。那刘素云居士听懂了，听明白了。啊，你看他的分享。说出他每天读至少是看三遍观点啊，通常看五遍啊，每一天看三遍到五遍，
它没有减少，它增加了。这个光碟一个小时，无变就是五个小时，这样讯息的力量才够啊！每天看一遍不行啊，效果不长啊，所以每天看三遍，三个月，慢慢就明白过来。一年见效，如果一天看五遍，那效果就非常非常好。啊，真正会得念佛三昧，会大彻大悟。啊，开悟是本能，大彻大悟。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不是从外来的。这个我们同学清楚啊，不从外来，是自性本有的。啊，只是把业障除掉，怎么用？看碟的方法，用读经的方法。用念佛的方法，这都是方法。目的是在生活当中，见色闻声，啊，鼻闻香，舌尝味，身体接触，都能够做到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成功了。就得念佛三昧。得念佛三昧之后，功夫不能够放下，继续努力，一直努力下去，不定什么时候大彻大悟。啊，这一悟怎么样？一悟什么都知道了。过去无量劫前，将来无量劫后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没有一样你不知道。你可以事先作福，度众生了。啊，为十法界的众生讲经说法。你就成功了。啊，我在这个碟片里面看到来佛寺的这三位往生的菩萨，他们真正契入这个境界，难能可贵呀！他实现给我们看了啊，告诉我们明心见性，我们凡夫通通可以做到。啊，他母亲实现是妇女，在家没出家，也做到了啊！啊，用功对我们生活没有妨碍，对工作没有妨碍，对处事待人接物也没有妨碍。啊，功夫是什么？就是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
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用阿赖耶，不分别，不用第六意识，不执着，不用摩那识。凡圣差别就在此地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，你通通用，你就是六道凡夫，你就天天在造业。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是转识成智。我不用这些东西了。那么用的是什么？用的是智慧。啊，妄定不用它的，真的就现前了，因为真的没有失掉啊。妄的有生有灭，真的不生不灭。啊，真的是灵性，是觉性。它没有分别，它没有执着，它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但是现前它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同时起作用。啊，同时起作用当中，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把这个负面的作用东西把它拿掉，不要它。啊，不让它起这个作用，负面的。完全让自信起用，啊，自信起用就是智慧，德能相好。宗密大师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好。万法虚伪，缘会而生，生法本无，一切为实。说得真好啊，没有生法，哪来的法？生法本无，哪来的所生？所以一切为实，为实什么？这一切为实四个字，就是佛常说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实就是心想。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没有能生所生，想什么变什么。啊，跟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的相同。所有现象都是念头生的啊，那么色如幻梦，色是迷呀，一觉它就没有了，像梦一样，醒过来梦痕迹都找不到啊。但是一心，一心迷是梦，一心觉是佛啊，心即而知，莫之为圆觉。那什么叫圆觉？心要寂灭，智慧就现前；心要动，烦恼现前。智慧不现前啊，烦恼是动的，就是有生有灭的，即不生不灭，心要定了，没有生灭了，圆觉就现前了。圆满的大觉，无所不知，无所
不能。去修行修什么？修心。用什么方法修行？用读经的方法。用看光碟的方法，用持名的方法，方法多，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啊，方法太多了，每一种方法都可以修寂灭。那这个寂灭就是灭起心动念，灭分别，灭执着，寂就现前，寂就是定，那就是清净，寂静就现前，寂静就开智慧。啊，极尽一切就明了了，明了叫做圆觉。啊，佛使众生证此圆觉，为说大方广圆觉修陀罗了义经，简称圆觉经。啊，这部经里面说的内容跟楞严经非常接近。啊，是学楞严的人没有不学圆觉。啊，确确实实帮助人开智慧啊。下面譬如太末冲，处处能起，而不能起于火焰。比喻众生心，处处能圆，独不能圆于般若。般若是觉，啊，这个冲是不觉。不觉，它能源于不觉的场所。哪些是不住？不觉，六道是不觉，十法界是不觉，它能源。觉呢？觉就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那是般若智慧。啊，觉就成佛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个要知道啊。那火焰代表着般若光明，啊，是以摄相之福，圆觉之心。虽然众生本具，人人都有，个个不无，但因妄心念念生灭，而不能观。你看不到。你没办法看到啊，不是没有啊，真有啊。接着
佛告诉我，故观佛三昧经，佛告父王，诸佛本德正如实相等，非是凡夫所行的境界，故劝父王念佛。这个经文非常重要啊，真真实实给我们说明白，诸佛本德真如实相，确确实实凡夫本具，但是我们妄心念念生灭，所以它不是凡夫境界。凡夫行不到处啊，因为这么个缘故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劝他的父亲念佛，求生净土，这是对父亲尽孝啊，帮助父亲一生圆满成佛。佛用这个方法教化众生，让众生觉悟，这个法门殊胜，这个法门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的第一法门。如果他能信，佛绝不设第二法门。因为他不信，所以才应他的机，说种种法门，戒引种种不同根性的众生。但是一切法门都比不上这个法门，这个意思你要能看出来呀！你会看经啊，你要能听懂啊，你会听经啊。有人听了一辈子不懂这个意思，还认为那个法门好，那个法门好，哪个法门都想学，把第一丢掉了。从什么地方看出他是第一法门？从释迦牟尼佛劝他父王。你看他劝他修什么法门？这个法门一定是第一法门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由上可见，念佛法门与诸法门中称为经路。像我们走路啊，这一条路最近，直路，没有拐弯的，其他的路都有弯度，弯弯曲曲。越是弯多，那个路就越远越长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而四种念佛中持名念佛更为方便就近，不但是方便，下头加了两个就近这两个字，
啊，究竟就是圆满，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。啊，从方便法里面，这到了基础了，叫究竟。故称为呀，金中之境。进入里面的进入，没有比这个更近的道路了。啊，而这个道路啊，决定成佛，决定一生证得究竟圆满。到哪里去找啊？再找不到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部经就够了，不再浪费时间了。在这个时代，批评这个经的人很多，啊，回谤这个经的人也很多，啊，排斥。恨不得把这个经在这个世界灭绝。不是没有啊，而且人很多啊。你跟他们一接触，听他们这些话，以为是真的。那么你这一生得度的机缘立刻就消失掉了。你本来是个大福报的人，结果变成依旧搞六道轮回，啊，依旧搞生死流转。你说你多可惜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，看出去有四种念佛难以宣出啊，深浅思义啊，难以宣出是真的。深浅思义倒未必啊，所以是好像是不一样。事实呢，实则理事不二。前身相继，前就是身，身就是前。前身不二了啊，难易是真的，其他的十六观，其他的事物是很难，不容易。但是幕后这个持名呢，是真容易，它不难。啊，不一定难就是深，啊，持名就是浅，不一定。持名功夫得力了，就能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就深了，深到底了，见性了。啊，其他的是无关，关关都能明心见性。第十六持名也能明心见性，啊，所以告诉我们，老师说，离思不二，前身相继，
若是云人看来，什么叫云人？云顿更新的人，也就一般讲上上根人啊，他们看起来马上就知道持名啊，暗合道妙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名，这个名的功德可不是开玩笑的啊！阿弥陀佛这四个字，这个名号，他本身就具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。换一句话是，念这一声佛号，把所有诸佛如来名号全部念到了，一个都不漏。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每一个佛的名号含义都很广，不是一个含义啊，但是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含义是无量义，是无尽义，是没有边际之义，所以没有第二个名号能跟他相比。上上根人认识啊，啊，所以暗合道，道是什么？成佛之道，妙的妙极了，这么容易就成佛了。啊，决定成佛，不会把路走错了。同时，这一句名号也圆满包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法门，一个都不漏。啊，念这一句名号，就把所有经典全念到。所有的咒语也念到了，一样不缺。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所以说一念相应，念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，他就成佛。初步即是道家啊，初步是我们发心念这句佛号。啊，念这声佛号，道家就是成佛了。啊，那我们初步为什么没到家呢？初步下去，第二步就错了啊。初步没错。第二句不能相续，就断掉了。
啊，第二句是烦恼起现行，妄想起现行，自私自利起现行，所以你到不了家。啊，怎么念是到家呢？海贤老和尚做样子给我们看到了，第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念念一个方向，念念一个目标，真诚信念，恭敬信念，清净信念，他每一念跟阿弥陀佛都相应啊，好像密码，好像通信一样，他这里发去，阿弥陀佛就接到，阿弥陀佛就有回应。多么欢喜 啊！我们看到好像他很苦啊，还常常受人欺负啊。实际上，他快乐无比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。实质上说，他住在极乐世界，他来给我们表法。告诉我们，在现代这个时代，现代这个社会，念佛成佛要像他这个样子，没有任何障碍啊。啊，平平安安。走完这一次表法的功德啊，利益一些有缘众生，啊，这个光碟我替他宣传，大家真的听懂你就干，一天看3遍，念10000声阿弥陀佛啊，可以在看碟时候念佛啊，追顶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一句接着一句啊，一面念佛一面看碟啊，你每天用这个当作课诵，啊，早晨的课诵，晚上的课诵，啊，啊，看是3个小时，3个小时念10000声佛号没问题。啊，一年。肯定你就不一样了啊！为什么不一样呢？你是弥陀弟子，你是极乐世界的居民你拿到极乐世界的身份了真的不是假的啊！所以初步就是道家，故持名念佛，又何异于
念佛实相。这就是什么？持名跟实相相应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持名念佛，即是念佛实相。啊，念佛不要想佛的相好，就想佛的名号。最好了。啊，想佛的相好，里面是夹杂着观想。观想。啊，不如老实念佛。我就念阿弥陀佛四个字，念的时候我就想这四个字，好，那跟实相相应。弥陀素朝云，实相印者，啊，告诉我们什么叫实相。云者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说法。实相这个讲法，非彼灭除诸相啊。我们在前面曾经用《金刚经》上两句话，来说明事实真相，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听五祖老和尚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无住跟生心是一，不是二。无住在哪里？在生心里头。生心在哪里？在无住里头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地球上示现八相成道，是圣贤。虽然示现八相成道，住世八十年，中国人讲虚岁八十年，他一丝毫没有染著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八十年，他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就是无所住啊！啊，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说。是身心，无舍是无住，这叫妙啊！啊，这就是道妙，它就妙在这里。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，四德里头第一德，随缘妙用。啊，妙用是无住，随缘是生现，太妙了。啊，所以你要认为一定要把这相灭掉，错了。相是假的，你灭它干什么？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存在。啊，连现在量子力学家都说出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无知这个东西，他们并没有把无知全消灭。啊，为什么他知道，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在，啊，我们说弹指其次的。2100兆分之一秒频率之下
一个相思相续的幻想啊，不是真的，真相不可得啊！一秒钟有2100兆，你怎么能掌握？念念不住啊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下面这一句说得好，盖吉祥而无相也。啊，不必要灭除诸相啊，吉相而无相，空有不二。啊，经云：智是语言，介于实相，不相违背。啊，智是是治理世间一切法。这一切法的说法跟实相没有违背也。二是相成相起，啊，世间一切法跟实相不违背，云何万德洪明不及智是一语呢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我们从这个地方要细心去体会。啊，渐渐把它真正找出来，搞清楚，搞明白，我们现前的生活就得自在了。啊，苦乐两边都写了，这叫真乐。啊，晓得一切法的真相，晓得一切法的妄想。啊，真相跟妄想融汇在一起。啊，用真不用妄。怎么叫不用妄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不用妄。妄就是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。啊，再严重的是自私自利。损人利己。啊，违背心德。中国古人标准列得非常好，中华之由12个字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与这12个字相应，正面的这12字：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啊，在佛法里面就是十善业道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不违背十善业道啊，远离舍我，永持实相
道业就成就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应该要明了的。是善、无能、无常、四维八德，都是此地讲的至善啊，至是至于啊，帮助这个世界达到太平盛世。啊，那么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比智识语言殊胜太多了，没有方法去相比啊。那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要了解，真正搞清楚了，你让他不念佛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他真正知道这是宝，这是无价宝，这个宝真正可以得到啊，来生是极乐世界，清净的是阿弥陀佛，周围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一生决定可以得到。那么我们在世现前这段时间，不管是苦是乐都不放在心上了啊，不放在心上是真乐。啊，真正得到法喜充满，没有别人知道啊，只有自己跟阿弥陀佛知道。为什么不看？为什么不念？啊，越不念的人完全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哪有不念佛的人？由此可知，这一部经，这一部注解，对于世尊末法九千年的众生来说，是何等的重要。啊，那么今天遇到这么多障碍，要让海鲜老和尚住持112年来给这个经，给这个注解来做证明啊，他没有错啊，那一片光碟，一个小时光碟，细心跟这一部经跟注解对照，他统统做到了啊，所以我称那个光碟叫做大乘无量寿经的总结啊，你读完这个经你就看总结全懂了啊，你看不出门道是你对经不了解啊，不了解多念多听啊，真正听明白听懂了啊，听清楚了再看那个有味道啊，越看越有味道，其味无穷啊。
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。